两点，三点，好，落这儿。路好的小花肉，绞肉嘞，热乎的烫肉嘞，想吃不？这块肉吃不了啊？不能，活着的。肥肉，肥瘦相间，五层花肉。来点粉条，来点豆腐。哦，再倒点粉皮。倒点粉皮。切的片薄薄的，精味。管吗？哎，管。倒吧，好人你这倒吧。过溜的。啊，过溜的你。哎，这俩是三好男人。三好男人，你看这切的多好。你看这刀法，绝对是干过的。好呀，我喝强呀，来吃，吃的好好来的，多吃点肉。就咱四个，哎，千万不得二斤啊，不得千万这家好好的。把肉切好了，再炖一个白菜，把这个油煸出来是吧？对。哦，煸过来香它。不用。今天吃个小点儿。又煸出来了，四十的毛油吧，四十的毛油是吧？再来喂点梅，大肥，大肥的大肥的，找来地里看着，这白菜这肉皱成这样都不错了，那不错，看见了，是吧？对，这是我这个，洗一洗啊，零两零三零好。落汁地瓜皮酿啊，陈总出几门美食在家管喝一种吗？丁总，嗯，好啊，好，就是咱的这个大白菜。嗯，我有菜你有酒着吗？行，好啊，哎，咱仨一共天长地久。好，白菜来了啊，洗好的白菜，这小锅做出来味跟大锅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猪肉白菜粉条。粉条跑了是吧？粉条。咦，跑了。做个不会吃。哎呀，过瘾。好了啊，咱的大锅菜做好了，白菜粉条，猪肉。硬着呢，看看这猪肉啊，你这一碗吃了的呀？这大碗，这一锅都是我的，剩下的都是我的喽，都是你的了。你这咬完了，看看炖肉，哟，看见了吧？硬得很，硬得很。我切的，你切的是吧？嗯，我记得这个肉片它真，它真像肉片儿。还有这个鸡肉，主要是哦，这老点粉条，哎，俺这粉条一碗粉条，哎呀，好的很，再来点汤，来点汤，好，这一碗大碗啊，碗吗？碗，开吃，开吃，来吧，来点小醋啊，灵魂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全是五花肉，看看，太实惠了吧。这不得卖了二三十啊。